我朋友今天啊早上来我家，哎呀妈，对我一顿感谢。他说他脸上的斑呢黄啊现在全部都没有了，就因为我给他分享的这个维生素 E 啊。就这一个东西你去药店买才2块钱不到，哎呀贼好用啊。尤其是这个季节皮肤很多人都干润细润比较深，皱纹比较深，你就去用它，这个真的是纯纯的养肤的啊。现在教你们怎么用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先点赞收藏啊，随时可能就删除了。如果你皮肤黄黑暗沉有斑纹点点啊，皮肤不好的，你去买这个东西。还有就是你再买一个这个溶黑油啊，溶黑油，像药店里面也有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它是帮我们去溶解分解皮肤里的黑的。你每天你睡觉之前呢，你洗完脸了擦点水，完了你去把这个油呢去涂在脸上啊，不用涂多，然后就这样的给它去按摩吸收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油啊，叫美容油，它可以进到我们皮肤的底层，非常的一个滋润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去把这个油啊，把这个维 E 油给它去咬开以后，我们去给它去涂在脸上特别干干润细润特别重的地方，然后就这两个你就叠加着去涂啊。每天你就去按摩吸收吧，按摩吸收，然后就睡觉。第二天起床，你看你皮肤状态，就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啊，特别透亮。而且坚持使用3个月，肯定让你看起来比你老公还要年轻10岁啊！就这俩东西去买吧，药店里面都有的，而且都不贵啊，去买。